懂逆向思维的人到底有多可怕？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。正常思维是从水中救出孩子，然而司马光的思维是让水与孩子分离。司马光真的是真真的大聪明，其聪明的背后正是运用了逆向思维。所谓逆向思维，是一种可以应用到方方面面的思维方式。真正成功的人通常都具备这种思维方式。那么普通人如何掌握这一技能？ 走向人生巅峰呢？先通过两个小故事体会一番。故事一：一位商人向狗蛋儿借两千元钱，并立下借据。临近还款日期，借据竟然丢失。狗蛋儿十分焦急，因为他知道没有借据，商人不会返还欠款。这时，朋友建议狗蛋儿写给商人一封信，请及时归还我借给你的两千五百元。狗蛋疑惑不解：明明借给商人两千元，为什么让他归还两千五百元？ 虽然不解，狗蛋儿还是照做了。商人很快回信：“我向你借了两千元，不是两千五百元啊，到时候就还你。”这个故事就是著名的哈桑借据法则。这种逆向思维成功的让商人又立下了一张借据。故事二：朋友从网上买了一箱水果，收到货后发现半箱水果都是坏的，找商家理论。 好家伙，商家态度恶劣，拒不退换。朋友不慌不忙到超市买了两箱非常好的水果，然后欠欠儿的拍照给商家做评价，真是太棒了！只花了一箱水果的钱，却收到了两箱，感谢店家的买一送一。水果个个饱满新鲜，太划算了。一周后，当朋友再去看那家店是已经被投诉关闭了。评论里都是买家在讨论为什么自己收到的水果品质很差，并向商家主张赠送的那一箱水果。生活中。 当用正常思维不能解决问题，换个角度，背离人们的习惯路线进行思考，往往有更加意想不到的解决结果。逆向思维帮助人们寻找解决问题的捷径，提高效率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能够深化人们对事情的认知。那么，我们如何熟练应用呢？下面教大家五个锻炼逆向思维的五个方法。一、缺点逆用法。缺点逆用法的主旨就在于缺点及优点。 他强调的是反过来考虑如何直接利用这些缺点，做到变害为利。也就是说，针对对象事物中已经发现的缺点，除了采用改进策略以外，更希望做到的是成本更为低廉的直接利用。例如，很多摄影者在拍集体照时，总是先数三、二、一。可是，尽管人们都尽量睁大了眼睛，可总会有一些人在数到一的时候坚持不住眨了眼。后来有个人出了个主意。 大家将信将疑，甚至还觉得有点怪异。可是照片拍出来以后一看，果然一个闭眼的都没有。你能想到这个主意吗？答案是让大家都闭上眼睛喊，喊三、二、一后在一起睁眼。你想到了吗？缺点可能就是优点本身。二心理逆向法。有这样一则故事：当年土豆传到法国时，法国农民并不愿种，有人便出了一个怪招。 在各地种植土豆的试验田边，派全副武装的士兵日夜把守。周围的农民一见此阵势，认为地里种的肯定是金贵之极的好东西。于是，他们时常乘机溜进试验田，把偷回的土豆种在自家的地里。渐渐的，土豆成为法国农民广为种植的一种农作物。求者贵的思考，人类的心理永远是这样，一切禁止都意味着加强。许多悖论性的心理法则似乎也在间接地证明逆向思维的存在。 贝克法则：你所能提供的东西，你一个也不要。伯肯法则：剧场里越不靠近通道的座位上的观众来的越晚。格里森法则：极小的洞也终将把最大的容器留空，除非它是故意用来排水的，而在这种情况下，它又会堵塞。贾斯特法则：车越破，开得越疯。梅尔法则：要不是最后一分钟，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。维伯法则：如果你顺当地找到停车的地方，那你就会找不住你的车。三属性逆想法。 事物的属性往往是多向位的，一件事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，即使同一件事情从不同的角度观察，其性质也可以是多方面的，并且是相互转化的。就像钱钟书说的：“以酒解酒，以毒攻毒，斗然斗奇，英与摄音包含着极大的矛盾性。彼得·诺顿也是这样一个运用逆向思维走向成功的人，他曾经以三亿美元出售了他的电脑软件。 这是一套被称为“恢复删除”的软件，它把逆向思维运用于其中，目的是恢复被意外删除的电脑文件。不小心删除了文件是电脑使用者的噩梦，恢复被删除的文件是许多人的妄想。但只有诺顿朝前跨出了一步，把看似荒谬的妄想变成了现实。在诺顿的思考里，进与退、出与人、有与无，可以在更高层次上获得新的统一和转化。 四抓住人性特点。一位大爷喜静，他家门前总是有孩子吵吵闹闹。一天，他给孩子们三块糖，感谢他们带来了热闹。逐渐的，糖果变成了两块，一块没有糖果。孩子们生气的表示，再也不要为老大爷带来热闹了。老大爷也恢复了安静。人的心理总是出奇的一致，被禁止的总是意味着加强。你所拥有的总是不珍惜。五心理逆反法。 心理逆反法是指在思考的过程中，摒弃自身局限，先探究对方的思想，然后反对方的思路而行事。心理逆向的反，并不是逆向换位法中反复换位的反，而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反。虽然在逆向换位法的学习中，你已经熟悉了捉摸对方心理，然后逆反对方心理而做出对策，但在心理逆反法中，需要你更进一步，让对方跟住你的思路走，让他做你需要他做的选择。 让对方跟住自己走，听起来难如登天。但如果你尝试着持续训练自己，琢磨对方的思考路径，并逆反其逻辑，慢慢的就会发现，掌握这一方法并不困难。试试看下面这则真实的故事，你是否也能迅速做出这样的反应呢？一九五三年，斯大林逝世后，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再次揭露。 批判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等一系列错误，有人从听众席上递了一张纸条给讲台上的赫鲁晓夫。赫鲁晓夫打开来一看，上面写着：“那时候你在哪里？”这个问题之尖锐，直指核心。这个时候，赫鲁晓夫不能不回答。选择回避，就等于承认自己的懦弱和自私。如果你是赫鲁晓夫，你会怎么办？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你就必须用某种事实告诉众人。 你现在的行为是在实实在在的纠正错误，而同时你还要让众人理解，默认你不能更早的做出纠正的原因。你必须设置一个必然的二选一，也就是说，你必须让众人在你设置的情境里面只能做和你一样的选择。通过这样的解释，你是不是已经可以摸索到脉络了？这时候你应该想到逆了之后就要反。与其用言语进行解释，不如让大家切身体会，让大家明白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。 你看，心理逆反思维法的掌握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达成的。赫鲁晓夫拿起条子，大声念了一遍上面的问题，然后望着台下说：“这是谁写的条子？请你马上站出来，走上台。”没有人站出来，会场近的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。所有人的心都在砰砰的跳，不知赫鲁晓夫到底要干什么。写条子的人更是忐忑不安，懊悔不已。 心里很清楚，赫鲁晓夫如果真要查下去，一定会查到他就是写条子的人。接着，赫鲁晓夫又大声重复了一遍：“请写条子的人站出来。”会场仍然一片寂静。几分钟过去了，赫鲁晓夫终于又开口了，他平静地说：“好吧，我来回答你的问题。我当时就坐在你现在坐的那个地方。你看，赫鲁晓夫就是利用如今的权势，重现了当年他所处的环境。” 让身处其中的众人切切实实地体会了他的选择，换了个角度告诉众人他的无可奈何。引申而言之，心理逆反思维体现着一种料敌在前、抢占先机的精神，敌不动我不动，敌动我动的后发制人策略，彰显了大气和谨慎，先置自己于必守之地，再图进攻。但是在应对上，始终因为必须依据他人行动做决定而丧失了先机。心理逆反思维则是立足于对对方心理的预测和反馈，并以此布局。 先攻其防不胜防，让你在应对自如之余，还能反将一军。